大家好，我是珊，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几款在中国很常见的茶，对，喝的茶，茶，好，在中国呢，茶文化非常的常见，就是我们有非常深厚的茶文化。然后我们不光要喝那个茶叶叶子，那个茶叶泡的茶，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也可以用来泡茶喝。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些茶。这些都是可以泡水，嘟嘟嘟嘟嘟泡水喝。这些都是可以泡水喝的茶啊、在中国呢，茶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我们有非常丰厚的茶文化，所以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几款我们常用常喝的茶。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功能，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是。对，这个是上火。如果你觉得上火了，长了很多那种口腔溃疡或者皮肤不好，你就感觉很上火，就是整个人感觉很热，我们就可以喝一些这些茶来降火。降火，喝茶，咕嘟咕嘟，好了，感觉舒服很多。好，这个首先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看得到吗？这个是菊花茶，菊花茶，菊花茶就直接泡水，喝了之后你就会感觉舒服很多，没有这么上火了，也没有这么上火了。这个是菊花茶，菊花茶有不同的种类，这种菊花茶还有这种也可以，对，这个也是菊花茶。菊花茶，好，下面还有一种呢，也是用花来做茶，这个呢叫做，看得到吗？这个是金银花茶，金银花，它也是一种花，就是它是一种鲜花，金银花，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茶，这个花本来是什么样子的，金银花，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个样子，这个是金银花，这个是金银花，所以这个叫做金银花茶，金银，金色，金色和银色两种颜色，就叫这个金银花茶，也是可以去火的。如果你觉得很上火，很上火，或者吃了很辣的东西，你可以喝这个金银花茶。好，接下来，还有就是，如果你感觉喉咙不舒服，感觉有点咳，或者是觉得很痒，就是你感觉你上火了，热哈，也可以喝这种叫做罗汉果茶。看，罗汉果泡茶喝。喝了之后，你的喉咙会舒服很多。这个是罗汉果茶，罗汉果茶。好，下面一种，这种也是，如果你喉咙不舒服，说话说太多太久，伤到喉咙了，你可以喝这个，这个叫做胖大海茶，它也是。针对你的喉咙有润喉的效果，让你的喉咙更舒服。这个叫做胖大海。还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吃了很多很上火的东西啊，很辣的东西，然后你肚子不舒服，有点便秘，就是你上厕所很困难的话，你可以喝一喝这个茶。这个茶叫做蒲公英茶，蒲公英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给你们看一下蒲公英的样子。蒲公英是很常见的一种
花一种花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蒲公英对蒲公英茶可以用它来泡茶喝泡水喝对你的便秘或者上火或者便秘有很好的效果这个叫做蒲公英茶好的这就是几种关于上火或者便秘可以喝的茶好接下来再分享一些有其他作用其他功效的茶好我们看一下首先是针对比如像女性看起来精神不好没有气色就觉得好累好困很困很累没有精神可以喝的一些茶首先这个是红枣茶你们应该都见过红枣的吧红枣茶红枣呢它在中国非常的常见红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它来泡茶喝这个就是红枣看这就是红枣看到吗这个是红枣茶红枣茶喝了之后可以让你有精神一些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有精神好还有一种茶呢也很常见非常普遍这个是枸杞茶枸杞看到没这是枸杞茶枸杞茶也是可以让你喝了之后觉得有精神一些的茶这个叫做枸杞茶枸杞茶呢一般说的是等一下啊枸杞茶的话说的对这个对肾脏比较好对这个肾脏比较喝了之后这个有精神一些了这个是枸杞茶还有一种这种叫做桑葚看到没桑葚它泡出来的水颜色很深是有点像黑色的那种它也是喝了之后也是对这个肾比较好就是对身体好的一种茶看就是对这个肾比较好喝了之后也是可以比较有精神的所以呢可以让你喝过之后更有精神的茶就有红枣茶这种还有枸杞茶还有就是桑葚茶很好这三种都可以好下面一种呢也是非常实用的很有对我们的胃不舒服胃胀气啊也有很好的效果看这个是胃如果你的胃不舒服胃吃太多了胃很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一喝下面这些茶首先这个是这个是山楂茶山楂它是吃了喝了之后会让你觉得舒服很多顺很多不会那么胃不会那么胀气了这个就是山楂这是山楂茶看山楂茶很好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也可以缓解你的胃胀气可以让你的胃感觉舒服一些这个是叫做陈皮茶陈皮茶的话陈皮其实就是橘子皮看到没有这个是橘子皮叫做陈皮茶就是把那个橘子皮切碎然后泡茶喝会让你的胃很舒服不再那么胀气这个就是关于胃方面的可以喝的茶好接下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女性比较好的，就我是女性，对我们女性比较好的，可以让我们觉得啊开心一点的啊，不会那么生气啊，不会感觉很不高兴，喝了之后会让我们心情好一点的茶。这个呢，对我们女性好的茶，这个呢就是玫瑰花茶。对的，玫瑰花，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玫瑰花茶，这个喝了对我们女性好啦。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中国很常见的茶，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茶，看，很多茶，平时如果有一些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或者上火，然后胃不舒服，或者便秘，或者不开心，没有精神，都可以喝一些这些茶啊，平常都可以多喝一些茶来调理一下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更好。好了，更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再见。